全自动高铁拆洗罐装使用方法。首先打开气门，气压表气压正常，我开始灌装，先点动灌装，再灌一次，然后自动灌装啊，自动灌装直接把开关打到自动，然后再有个急停开关，急停开关按下去啊，整个机器不工作，急停旋起来，然后机器开始工作。前面两个节律阀，前面一只节律阀调节流量，这样子旋流量变大，这样子旋流量变小，后面一只节律阀调节速度，这样子旋速度变小变慢，这样子旋速度变快。手柄往前面调，灌装量变大，往前面调，往后面调，灌装量就变小。